书在喜宝中有一段话，我要很多很多爱，如果没有爱，那要很多很多钱，如果两件都没有，健康也是好的。可见感情、金钱、健康是人生中顶级重要的东西，而健康是一切的根基，没有健康，生活中一切的美好都没有存在的意义。人生是趟单程的旅途，不管旅途中经历什么风雨，流连过什么风景，有过多少的爱恨情仇，走过的错过的都不能再回头，因此要珍惜这一程。健康珍惜点儿，挥霍了一切都是浮云。金钱珍惜点儿，没钱的日子举步维艰。感情珍惜点儿，错过了再遗憾也不能返回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满桌佳肴你得有好牙，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。所以让自己健康是明智的选择，没有健康一切都白忙。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，不要觉得自己年轻精力旺盛，工作加班加点不要紧，我扛得住，应酬胡吃海喝不要紧，我能应付，晚上刷剧玩游戏到凌晨不要紧，我熬得住。当你没节制地透支你的身体，挥霍你的健康，病魔已经悄悄地缠上身。据国家卫生部门统计，心血管疾病在我国至少年轻了15岁，因糖尿病致死的人数近20年增加了3倍，癌症发病年龄提前了15到20年。那些本该在中年后才会有的毛病，都逐年在年轻化。这跟年轻人工作压力大、暴饮暴食、不运动、没规律的生活不无关系。复旦教授于娟31岁患上乳腺癌，他发微博说，在生死临界点时，你会发现任何加班给自己的压力、买房买车的需求都是浮云。有时间多陪陪自己的孩子，多孝敬自己的父母，不要拼命去换大房子，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。虽然拥有健康不代表能拥有一切，可失去健康你将失去整个世界。别仗着年轻身体好就各种不爱惜，你对身体肆无忌惮的挥霍，病魔终将会给你重重的反击。一旦健康耗尽，不管你有多乐观多勇敢，在病魔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，你连自己都顾不了，怎么爱你的家人？你想干出一番事业，只是纸上谈兵。俗话说，有什么别有病，没什么别没钱，缺什么别缺健康。79岁的王德顺在国际 T 台走秀，走出了人生精彩。虽说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，也得你有健康的身体去实现。所以不管年龄大小，趁健康尚在，工作学习之余多运动少熬夜，过有规律的生活，别挥霍健康，身体是奋斗的本钱，好好珍惜。有句话说的经典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没钱却万万不能。生活中处处都得花钱，且不说买名牌首饰、香车豪宅、周游世界这些奢侈的消费，就连基本的医疗问题也要花钱。倘若你平时都吃喝玩乐、挥霍殆尽，一旦自己或家人得了重病，就只有等死。曾看到网上一个真实故事，有对夫妻，男的包小工程也挣些钱，可常和朋友及时行乐到高档场所消费，女的讲究名牌，总是买好的，每月都花得月月光。遇到经济萧条、楼市低迷时，男的借不到活干，又查出中期肠癌，两人想到大笔的治疗费都发愁。听时没结余，丈夫想不开喝了滴滴威，还好自杀未遂。妻子到处借钱给丈夫看病，看了多少冷脸，碰了多少钉子，好不容易才凑些钱，那时他才感觉到没钱的日子有多艰难。俗话说，富人生病是拿钱续命，穷人生病
是雪上加霜。可世上富人毕竟不多，大多是赚钱养家的普通人。倘若那个男人不把金钱挥霍，倘若那个女人会理财持家，未雨绸缪，在两人健康尚在时积点存款买些保险，也不至于疾病缠上身时束手无策。有个作家说，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，而是看到药在哪儿，我却没钱买。所以除了努力挣钱，还得合理安排收支，不要随意挥霍，否则有困难急需用钱时，你只能痛心等死。没钱的苦才是人生真正的苦。大话西游里至尊宝有段台词，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到失去时才追悔莫及。人的感情都是相互的，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，不要等失去了才来遗憾。缘分来之不易，佛说前世500年的修行才有今生的一次相遇，珍惜生命中的每次相遇，不亏待一份热情，不讨好任何冷漠。一份真挚的爱能让你感觉整个世界都精彩，一份冷漠的情能瞬间让你的心变灰暗。遥遥无期的等只会凉了一颗心，无怨无悔的盼只会淡了一份情。感情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只要细水长流，不要朝夕相伴，只需彼此在乎。善待缘分，珍惜感情，再深的感情不好好守护也会失去，再好的朋友不好好珍惜也会疏远。别在他对你满腔热情时你对他冷若冰霜，心冷了再捂也捂不热，情淡了再挽留也只剩遗憾。渐行渐远的身影是因爱的需求得不到回应。人心是一点一点被爱感化的，失望是一次一次被冷漠积攒的。一个人爱你时可以掏心掏肺，倘若不爱也能转身形同陌路。拥有时不要把暖暖的爱心变成冷冷的寒心。时光不会倒流，错过的情不会重来，不要辜负相遇，珍惜感情，别留遗憾。人生没有彩排，也不能倒带，不会有重来的机会。虽说来日方长，有时敌不过世事无常，所以珍惜眼前人，走好脚下路，过好每一天。健康别挥霍，有了健康，人生才有无限的可能。缺失健康，一切外在的美好都不再有意义。金钱别浪费，有钱的日子可以让你的世界更精彩，生活更丰富，没钱的日子举步维艰。感情别留遗憾，命中相遇都是缘分，此生错过不会有来世。爱你的人给你温暖，你爱的人教会你成长，珍惜相遇。人生没有下一次，好好爱，用力活，只要努力过，每一次经历都会让生命丰盈。
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